老乡们在深圳宝安区前进一路是吧？对，前进一路。高先生花堂前进路店已经开始营业了，欢迎附近的老乡来咱店里买大碗。河南胡辣汤中不中？中。不出这一百平方，河南的美食基本上让你吃一遍。距离上一次来深圳20天了吧？又来到哪了？哎，还是顶级会，没有面，有烧饼，高炉烧饼。有面的地方有小二哥，有胡辣汤的地方更有小二哥。这个老板不是一般老板，你也是顶级烩面、王级烩面、张级烩面、河级烩面、国际烩面、里脊烩面，人家直接是顶级烩，说明烩得多。兄弟，你们都经营一个烩面，我顶级烩，烩一切，烩面、烩馍、烩菜、烩捞面。今天能啥？早上烩了，中午烩了，晚上烩了。为啥？因为我在深圳，入乡随俗，看到没？深圳下来，大中午喝烩了还那么多嘞？这肩膀好吧？肩膀还是肩膀？这肩膀怎么嘞？啊，肩膀长得胖吗？保暖好。啊，肩膀肩得好，这肩膀漂亮。美女，这有豇豆没有啊？有鲜奶。鲜奶豇豆，对对。大中午，这个是烩了汤。烩了，小凉菜，小凉菜。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 闻见烩面的香气了，哎，捞出来，捞出来，哇，黄牛肉，黄牛肉，对，我一看见这一盘子牛肉，我也激动了。昨天我看你还在虎门呢，哎，昨天在虎门，今天可都是闻见香气，可都来了。你看你煮这一大盆肉，我胆跑过来了。你这切这个肉是这个下回的，这个胡辣汤都有。啊，胡辣汤也有的。胡辣汤有这个。胡辣汤切的大块肉吗？这个是胡辣汤再稍微搓一点。一看见你切的肉，都知道老板的根据啥，真材实料，才能出好味道。对对对。哎，老铁们，来到咱高先生胡辣汤，可不但有胡辣汤，有烩面，还有大盘鸡。在家一天吃三顿的，搁这一顿都吃完了。早上胡辣汤，中午烩面，晚上大盘鸡。哎，看着我，吓人不吓人？啊？你这个是烩馍了吧？这是牛肉。啊，我知道你烩啥了。啊，专要牛肉。跟你说，要牛肉给他烩一下，给我。马上就把马上送一下。等于是论斤称。对，10块钱一两。咱用的都是这河南的黄牛肉，新鲜的。好食材，好味道。你看你哪个都斤，干锅烩是吧？干锅烩。干锅烩的。对对对对。烩面，干锅烩，还叫烩面。看没有，不但有河南的烩面，哎，还有西安泡馍，哎，西安泡馍，你这个烩馍还是咱河南河南的做法，北菜时尚，西安泡馍，不要现在辣椒，高点。看没有，这都是咱河南人，这是俺河南的事儿。一日三餐，早上胡辣汤，中午烩面，晚上炒鸡。哇，漂亮！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，老板说了，中午不太忙，这种情况不算忙，晚上忙，这一个菜一晚上可以办到4次、5次、6次。哇，不出这100平方，河南的美食基本上让你吃一遍。高中好，高中好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这是咱高先生胡辣汤店的高中。昨天等你一天了，生意可以。哎，汤看了没有？看了。怎么样，汤？可以，可以。我汤、烩面、炒蚝还有炒鸡都不赖，都不赖。那你快点，恁那都是专业的，恁那都是做的时间长了。像俺这来都是来学习的态度来，来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呗。厨房看了没有？看了。刚开始我一过来，我想着我看用的那薄，我想着是羊肉的，我还看错了，那牛肉煮的不赖。明白，全是明白。然后我都知道前面的那个吃儿嘛。然后我看见那个保温吃儿是吧？对，还有吃儿有煎包、油条、大包子，然后煮了羊蹄儿、烧鸡，对，那吃儿。排队，排队，排队，里边儿排。河南老乡，不是吧？吃烩面，吃习惯东西吧。哪个了？啊，北方人啊，北方人都可以吃面。看，北方的规划，就是青菜、金华蛋，这都公共吗？
是这个小厂工。对，我看你把这个空间啊用的淋漓尽致的。我们这次，是吧？看到没有？赚了哈。对。是不是这生意乱了，要不然这非常占地方，省空间了。再一个，吃苦的东西好了，这就难了。大宝盒，看这就放的都是大宝盒。你这不但餐饮做得好，你生意做得好。这个产品刚刚正在上人的时候，基本上看一遍，做的都非常好。是吧？本身咱自己都做餐饮已经做那么长时间了，已经有丰富的经验了。还得学习。互相学习。老乡们，在深圳宝安区前进一路是吧？对，前进一路。高先生花堂前进路店已经开始营业了，欢迎附近的老乡来咱店里买大碗。河南胡辣汤中不中？中。